电视剧《暖阳之下》是由焦永亮执导，高露、蒋毅领衔主演，陈子涵、郭晓东主演的当代都市剧。该剧讲述了两对夫妻由于婚育观不同而产生各种分歧和矛盾，最终夫妻之间互相包容，共同创造出幸福美好的生活的故事。该剧于2021年10月23日在央视八套播出。